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182期，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2篇，拿单的信息和大卫的悔罪。上主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某城有两个人，一个富有，一个贫穷。那个有钱人有很多牛羊，那个穷人只有一只羊，是他买来养的。他照顾小羊，让小羊跟自己的儿女一块长大。他把自己吃的喝的也喂一些给小羊，要小羊睡在他怀中，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那有钱人家里来了客人，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牲畜中杀一只招待客人，却把穷人家里那只小羊取来款待客人。大卫听了，对那有钱人非常生气，说，我对永生上主发誓，做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做出这样残忍的事，必须偿还他所夺去的四倍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把扫罗的国和他的妃嫔都给了你，使你做王，统治以色列和犹大。如果这还不够的话，我还会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？为什么做了这种可憎恶的事？你使乌利亚死在战场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死他，然后夺走他的妻子。你这样违背我，抢了乌利亚的妻子，你的家将永远逃不了刀剑。我向你发誓，我要叫你自己家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。你要看见我把你的妃嫔给靠近你的男人，这个人要在光天化日下跟他们睡觉，你在暗中犯罪，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种事暴露出来，让全以色列看见。于是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上主。拿单回答，上主饶恕你，你不至于死，但是因为你做这事藐视了上主，你的孩子会死。说完，拿单就回家去了。大卫的儿子夭折，上主使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还重病，大卫祈求上帝让孩子康复。他进食，每天晚上进自己房间，整夜躺在地上。他内院的老士从劝他起来，他不肯，也不跟他们一起吃饭。那个老士从劝他，他还是不肯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把这消息告诉他，他们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说话，他都不肯回答，我们怎么敢告诉他孩子死了的消息呢？他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啊。大卫觉察左右，在交头接耳，晓得孩子已经死了，就问他们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回答，是的，孩子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洗澡，梳头，换衣服，然后到上主的殿宇敬拜。他回到宫里时，吩咐预备食物，饭菜一摆上，他就吃了。他的臣仆问他，我们真不明白，孩子活着的时候，你为他进食爱哭，孩子一死，你倒起来吃喝。大卫说，是的，孩子活着的时候，我进食爱哭，因为我想上主可能怜悯我，不让孩子死。现在孩子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？我能使孩子活过来吗？有一天我要到他那里去，可是他永远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所罗门出生，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，跟他同房。他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卫给他取名所罗门。上主喜爱着孩子，吩咐先知拿单给这孩子取名叫
耶利底亚，因为上主喜爱他。大卫攻取拉巴城，约押继续攻打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差不多快攻下来了，他派人去向大卫报告，我攻到拉巴城已经夺了水源，现在请陛下召集其余的部队亲自率领去攻取吧，我不愿意把攻取这城的功劳归我自己。于是大卫集中大军开往拉巴，把城攻下来了。亚门人的神像米勒宫有一顶金冠冕，重约35公斤，镶有宝石，大卫把宝石取下嵌在自己的宝冠上。他也从城里掠夺许多战利品，命令那城的居民用锯子、铁把、斧头做工，又强迫他们在砖窑服役。大卫也同样对待其他亚门城镇的居民。然后他和大军班师回耶路撒冷。撒母耳记下第13篇，暗嫩和塔玛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很漂亮的妹妹叫塔玛，大卫另一个儿子暗嫩爱上了她，暗嫩相思成疾，成为塔玛，因为塔玛是处女，他想不可能有机会亲近她。暗嫩有个朋友叫约拿丹，是大卫的哥哥示比亚的儿子，这个人很狡猾，他对暗嫩说，你是王子，为什么你一天比一天憔悴呢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暗嫩说，我爱上了塔玛，我同父异母兄弟亚沙龙的妹妹。约拿丹对他说，你可以假装生病躺在床上，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就要求他，请叫我妹妹塔玛来照顾我，我要她在这里，在我看到的地方替我烤几块饼，亲自拿给我吃。于是暗嫩假装生病躺在床上，大卫王去看他。暗嫩对父亲说，请叫我妹妹塔玛到这里来，让她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替我烤几个饼拿给我吃。于是大卫打发人到宫里告诉塔玛，你到暗嫩的房里去做些东西给他吃。塔玛就去了，暗嫩正躺在床上，塔玛拿了些面团在暗嫩看得到的地方做了几块饼，然后拿去烤。塔玛从烤盘里把饼倒出来递给暗嫩，于是可是暗嫩不吃，他说叫人都走开，于是大家都走开了。暗嫩对塔玛说，把饼带到我床边亲自喂我。塔玛就把饼带过去给他，当塔玛喂他的时候，他抓住塔玛说，妹妹跟我睡觉吧。不要，塔玛说，哥哥不要逼我做这种丑事，在以色列不许有这种丑事，我在人面前还抬得起头来吗？至于你，你也会在以色列人面前丢尽面子的，请去向王说，他一定会把我给你的。可是暗嫩不听，他力气比塔玛大，就用暴力侮辱了他。事后暗嫩非常厌恶塔玛，厌恶的程度比以前爱他的程度更深，他对塔玛说，你滚出去。不，塔玛说，你赶我走所犯的错比你先前犯的更大了。可是暗嫩不听，他叫侍候自己的仆人进来，对他说，我不要看见这个女人，把她赶出去锁上门。那仆人就把塔玛赶出去锁上了门。塔玛穿着当时未婚公主常穿的长袖袍子，她撒灰在头上，撕裂衣袍，双手蒙着脸，一面走一面哭。她抱胸，亚沙龙看见了，就问她，是暗嫩欺负了你吗？妹妹，你不要难过，暗嫩是你的同父异母哥哥，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。塔玛就伤心寂寞地
住在哥哥亚沙龙家里。大卫听见这事非常生气，亚沙龙因暗嫩侮辱了他妹妹塔玛，对暗嫩怀恨极深，不再跟他讲话。亚沙龙为妹报仇。两年后，亚沙龙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夏所雇人剪羊毛过节，他邀请所有的王子都到那里去。亚沙龙去见大卫王说：“父王啊，我把剪羊毛的人都请来了，请你和你的臣仆观礼。”王回答：“不，我儿，如果我们都去，恐怕太麻烦你了。”亚沙龙再三恳求王，还是不答应，但是被他祝福。亚沙龙说：“那么至少请我哥哥暗嫩跟我去吧。”王说：“何必要他去呢？”但亚沙龙再三恳求，大卫只好让暗嫩和王其他的儿子跟亚沙龙一起去。亚沙龙预备了非常丰富的宴席，吩咐随从说：“你们注意看，暗嫩酒喝醉了，我给你们命令，你们就下手杀掉他，不要怕，一切后果由我负，你们只管大胆下手，不要犹豫。”随从就照亚沙龙的指示杀了暗嫩，大卫其余的儿子都骑上驴子逃跑。当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人飞报大卫说：“亚沙龙杀了你所有的儿子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”王站起来哀伤地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躺在地上，跟王在一起的臣仆也撕裂了衣服。但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说：“陛下，你的儿子们并没有都死，只有亚嫩一人被杀。自从暗嫩侮辱了亚沙龙的妹妹塔玛，亚沙龙就决定杀他。你从亚沙龙脸上看得出来，请陛下不要相信那不确实的消息，说你的儿子都死了。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被杀，当时亚沙龙已经逃跑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守卫的哨兵看见一群人从河罗念山坡上的路下来，就把所看到的向王报告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：“看，你的儿子们来了。”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他的话说完，大卫的儿子们都进来了，他们放声大哭，大卫跟他的臣仆也都悲伤空泣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大卫为他的儿子暗嫩伤心很久，但他悲哀过了，就很想念亚沙龙。撒母耳记下，约拿安排亚沙龙回来。希路亚的儿子约拿知道大卫王很想念亚沙龙，就差人去提哥亚地方找来一个聪明的妇人，对他说：“请你假装沮丧，穿上丧服，不要梳头，好像一个已经沮丧很久的女人，然后到王那里去，把我告诉你的话对王说。”于是约押告诉那妇人该怎么说，那提亚妇人就去见王，恭敬地伏在地上说：“陛下啊，请帮助我。”王问他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个穷寡妇，丈夫早就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有一天他们在田里吵起来，没有旁人在那里劝开他们，于是其中一个杀死了另一个。陛下，现在我所有的亲属都敌对我，他们要我把儿子交出来，让他们因杀兄弟的罪致死他。他们这样的话，我就一个儿子也没有了。他们要毁灭我最后的希望，使我丈夫没有儿子可以传宗接代。”王说：“回去吧，我会为你处理这件事。”妇人又说：“陛下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这罪归我和我的家族，王和王的家族是无辜的。”
王回答，如果有人威胁你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他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妇人说，陛下呀，请向上主你的上帝祷告，免得报血仇的人继续杀戮，连我仅存的儿子也杀了。大卫回答，我指着永生上主答应你，你儿子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落在地上。那妇人又说，陛下啊，请让我再说一件事。王回答，你说吧。妇人对王说，你为什么蓄意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的错事呢？你不准放逐在外的儿子回来，你刚才说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。我们都会死，像泼在地上的水一样，不能再收回来，即使上帝不使死了的人复活。王至少有办法使一个流放的人回来。陛下啊，我来向你说话的是因为有人恐吓我，所以我想我该对王提起，但愿王照我所请求的做，我想王会听我，救我脱离那要杀我儿子和我，把我们从上帝赐他子民的土地上移去的人。我想陛下的话一定会安慰我，因为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能辨别是非。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。王回答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诚诚实实回答我。妇人说，陛下请问。大卫问，是不是约押叫你来游说的？妇人说，我指着陛下的性命发誓，这问题我非回答你不可了。是的，却是你元帅约押要我做这件事。这样说的，他这样做是要挽回这件事。陛下像上帝的天使一样聪明，洞察世上的一切事。后来王对约押说，我同意你这样做，你去把那年轻人亚沙龙带回这里来吧。约押恭敬地伏伏在大卫面前说，陛下啊，上帝赐福给你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蒙你垂爱，因为你答应了我的请求。于是约押起来到基述去，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可是王下令不许亚沙龙住在宫里，王说，我不要看到他。于是亚沙龙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大卫饶恕亚沙龙。在全以色列，没有一个像亚沙龙那样英俊，令人倾慕，从头顶到脚趾都没有一点缺点。他的头发浓密，每年得剪掉一次，不然就太长太厚了，那剪下来的头发跟王家的标准秤去称，重约2公斤。亚沙龙有3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非常美丽。亚沙龙坐在耶路撒冷2年，没有见过王。他派人召约押来，要请他向王说情，但约押不来。亚沙龙再次派人去请，约押还是不肯来。亚沙龙就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押的田园就在我隔邻，有大麦长着，你们去放火把它烧掉。于是他们就去放火烧田。约押到亚沙龙家质问，为什么你的仆人要火烧我的田呢？亚沙龙说，我叫人请你来，你不来，我想请你到王那里替我说情，问他为什么要我离开基述回来，我倒不如留在那里好。现在请你为我安排机会去见王，如果我有罪，让王处死我好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把亚沙龙所说的告诉他，王就派人去召亚沙龙来。亚沙龙来了，在王面前伏地叩拜，王就亲吻。